轻后手背，来给我们演示一下。该不会连这个小妹妹的醋你们也吃吧？来，哎，先手心扣手背，哇，好细心哦。好，啊，那瓶没打开哈，来借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一步和第二步，下面请王源跟我们来分享第三步、第四步是什么呢？是指甲指缝搓一搓。哦，第三步是指甲指缝搓一搓，要把指甲和指缝的细菌都搓没哈。那第四步呢？是合空拳转拇指。合空拳转拇指，把大拇指也洗干净。好，来教果果。好聪明。好，大家，我们的粉丝坐下啊，我们照顾一下后面的好不好？这样安全第一啊。好，下面到千玺哥哥了，千玺哥哥来教我们第五步和第六步。第五步是搓手心，手心，然后还有手腕，手心手腕洗一洗，不仅仅要洗手掌啊，手腕也很重要。那第五步完成，第六步是什么？第五步就是第六步就是冲走泡泡真干净，冲走泡泡真干净啊！完成了第五步之后呢，就可以冲走泡泡真干净。看到我们三位。来认真的在介绍啊！好了，冲干净之后擦干净双手，我们给镜头来看看，我们洗完的双手都干净哈。好，我们三位小朋友还有我们三位守护家一起，我们对着前面，我们展示一下干净的双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把两只手举高，给镜头看看我们干净的双手。来，我们一起，好，我们。看前面，看前面。好，我们一起三二一说舒肤佳，三二一舒肤佳，好干净哦。好了，这是，好，大家坐下，大家坐下，大家坐下，谢谢各位配合啊，我们有。